哎，大家早！彼得昨天因为时间上旅游来不及去环岛，所以今天特别起了一大早要准备去环岛。现在时间5:30左右，今天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，都是雾蒙蒙的一片。不过天已经微亮了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，Go！城堡。彼得利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环岛了南竿一圈，这一圈大概22多公里，算是另类的晨跑吧。跑完之后通体舒畅。因为有跑错路线，但是今天早上要准备跳岛，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重跑，算是有点小可惜。不过据点青年旅馆还有个超棒的展望台，主建筑上面一整个大平台，还一路延伸到最接近大海的半圆形瞭望台，这里可以作为各种表演活动的场所，夜晚观星看蓝眼泪感觉都不错。彼得忘记了有请女儿做这个牌子，听说有这个环岛的牌子会得到很多个赞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车友们帮彼得站起来。老婆今天要回去台中啊，彼得选择让太太坐飞机回去，才不会像彼得一样要骑摩托车风尘仆仆的。今天早上没有安排任何景点行程，因为本来的计划是今天要回台湾，回程的部分太太则维持我的旅行计划，因为好不容易已经买到机票，所以让她从南竿坐飞机回到台中，只不过她无缘踏上东引岛。我先带太太去到属于她的战场狮子市场采买，之后再把它丢包在那里自生自灭。哦，不是啦，让他自己采买完之后再自己坐公车到南竿机场，而彼得就自己跳岛到东引继续旅行。虽然这次不是挑战一日极限骑乘，但是因为要托运机车的关系，规划行程更是前后修改了好几次的版本，不外乎就是住宿跟船班的问题。遇上连假，每间民宿饭店都客满，仔细规划岛与岛之间船班是否衔接得上，让这趟旅程增加了许多困难度。船班不复杂，但是很烧脑，规划时头脑真的要清醒，不然人未到，船班已经变成历史上的前一秒。而马祖列岛面积不大，环岛反而是变成最简单轻松的事。只能说去马祖旅游心脏要够强，更要有一点点的运气，命里最好还要自带停车格，而且规划行程最好要有备案措施跟最佳住宿的准备。3天2夜的马祖旅行，你可能就要当成5天4夜之旅。而今天太太在南竿机场也是望着看板，看着南竿飞往台北的班机一班一班的取消，我们也一直注意彼此的航班资讯，最后还好中午飞往台中的班机如期起飞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否则夫妻俩一个被关在东引，一个被关在南竿，这不是很好笑吗？但是彼得还没下船就已经得知被老天爷加码了，民宿老板说这种天气没关岛个2-3天船是不会开的。彼得来马祖的这几天，今天天气状况是最不好的，因为又冷，然后风有点大，又下雨了，所以我很担心接下来的行程因此会被打乱。哇，大船入港咯。因为前一晚从基隆出发的台马之星停航，所以来的是从东引到南竿再开回东引的台马轮，虽然属于短程航线，但是也要搭乘2个小时。他好像预计是9:30开船啊，所以这个时间是他们前置作业时间。好酷的。到马祖旅行的旅客最好随时有查询航班资讯的习惯。昨天4月7号海象不佳，基隆那边没有开船，所以这边是东引那边滞留的旅客，然后过来南竿这边的。从南竿到东引运摩托车的红牌的机车是总共250，彼得坐这个南竿到东引总共是350，所以这样子过去的话跳岛就要花600块。准备登船喽！哇，这个安心多了啦。去北竿跳岛哦，千万不要运摩托车，太危险了。船小只又不好进出，潮汐的那个上下高度都差太多，危险啊！所以建议，如果想要坐一些摩托车的话，坐一到南竿就好了。如果要去北竿东西取玩的话，还是在那边租摩托车吧。
我要到东营旅游的。哦，哎，这不用检查，因为你们这是导地的。啊，都跟着人员指示，看要停放在哪一区哦。它跟柱子这个绑在一起啊。这边地很滑，小心啊。好，立冬柱。这边可以停。这是台湾的是吧？台湾人。买起来多少钱？哦，你骑在这里要小心哦，这里很滑哦。哦，好。摔倒了你就滑不来了。好。彼得来的时候在船上吐了两次啊，长这么大还没有坐船吐过。在刚刚坐船之前一个小时，我就先吃了两颗晕船药。好，那今天顺利到东营咯。台马轮虽然设备老旧，空间有限，在风浪非常大的今天，安全到达比舒适性更重要。不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建议还是优先考虑搭乘台马之星。哇，顺利上船了。天气状况不好啊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旅游。没关系，既来之则安之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顺利解决。彼得先上去休息啊。哦，不然我又怕我又吐出来。有阅读灯，还要敲一下。今天大家看，这空间比台马之星的还要窄很多。趁现在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各位。午休时间到啦，把眯一下喽，拜拜。这边风浪很大，好冷哦，超冷的。彼得本身就很怕冷。摩托车它用一个绳子固定住了，好 OK。今天风浪很大，不用怕，我马上解救你。OK 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东引偏处马祖列岛的东北端，也是台澎金马最北端的领土，是四乡中面积最小的。出入东引岛的主要门户为东柱港。箱子就出来啦。东引，东柱港。东引水深潮畅，群礁拱抱是矶钓者的天堂。以火成岩为主的东引，拥有马祖群岛中高低起伏最剧烈的地形。前来东引岛旅行不可不当心，受限于交通船时间，不论从基隆或者南竿前往东引，都一定需要在东引住上一晚。下船之后先去看民宿位置，这是彼得马祖旅游官网上找到的。如果不在意环境的话，彼得是相当推荐这一间 CP 值高的背包客栈。彼得找到的一间背包客民宿，一间只要400块啊，很便宜。他就在密山居的隔壁这边而已，所以如果有想要住这一间的人，可以 Google 一下北澳密山区。现在先来加个汽油。汽油爱加点火烧，我讲，今麦十二点未？十二点啊？十二点人休困啊？哦，中岛有休困呀？好，对啊，没下雨就好了。这座岛上没有红绿灯，也没有任何特殊照相。这座岛上。东引最热闹。最多传统闽东民宿的乐华村与中柳村，通常也就是在东引澳角觅食之处。商店小吃集中于中柱港不远的乐华村周边，这里也是整个东引住宿最主要区域。彼得虽然住两天，但是造访的餐厅并不多，唯一推荐好烈豆浆的燕麦豆浆及朝露面的牛肉面，都是价位合理而且餐点美味。7并非24小时营业，目前东引仅有乐华村一家，营业时间为早上的6点到半夜的12点。这边吃中餐，他这边还有营业。这是彼得点的鱼丸汤，那个红烧炒饭，不好吃，这间可以来吃。彼得先吃一些东西，拜拜。这边的坡就像这样子啊，根本就是快1楼高的高度了。在台湾有许多机车骑行的骑士，喜欢勇于挑战来达成目的成就，比如环岛、切地瓜及东西南北点到吉巴点，证明自己曾经到达而且成功过，连彼得也不例外。东引岛更是机车骑士绝对不能错过的岛屿。走过灯塔，来过国之北疆，你可以大声地说：“我在中华民国最北领土，最北灯塔。”对了，还有一间最靠北加油站。不过这里没有卖肉粽。你们是早上几点开始营业？我们8点。
八点，然后中午休息一个半。对。然后到再到五点半。对。好。但是请不要说是台湾的最北领土跟灯塔，因为这里不是台湾本岛，我们来这里旅游，对本地人来说我们才是外岛人，而这里不用考验骑士的体力与精神状况是非常好达成的目标，但还是必须看天气，因为马祖不是你想来就能来，想走就可以走的地方。走在中柱体往西引的路途中，有着一座亭台，素有蒋经国先生坐像，名为感恩亭，是东引居民为感念蒋经国先生对岛上重大建设的支持所兴建，亲切自然，奉献牺牲代表其一生付出的精神。这位受人民爱戴而且伟大的总统，到现在还是受许多人怀念。当时台湾的经济跟环境正在大幅成长，生不逢时，我只能这样形容自己吧。后方这里海面视野辽阔，冬季时海风凄冷，看彼得被吹到用跑的逃离就知道威力惊人，而这里到了夏天也是一处晚上可以观赏蓝眼泪的地方，但是东引的美其实不需要蓝眼泪。继续前往人烟稀少的西引岛，登上步道远眺我国真正的国之北疆最北边的一块领土北固礁。国之北疆是西引岛最受喜爱的点，没来这里应该不能说到过东引。事在人为，人定胜天。西引岛，彼得现在人在西引岛，位于后澳外海约600公尺的北固礁是中华民国所管辖的领土最北端，不过北固礁相当神秘，有的时候涨潮比较高它会被淹没在海底，但无论如何它仍是我国最北的领土。在西引的观景台上设有国之北疆的石碑供游客拍照留念，那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最北的领土啊，就在那边看到了，不是常常要看就看得到了。为何而战？对于每一个服过义务役的男孩或许都一样，他们无从选择，无力抵抗。当兵时所刻下的每一道刻痕有深有浅，尝起来有酸有甜。无论是从马祖的哪一个岛退伍，许许多多的阿兵哥当年离开时，多数的他们一个个斩钉截铁地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再回来，毕竟那些外岛军中岁月，他们总是一边用汗水、泪水与寂寞堆叠日子，一边将青春消磨。家好远，北风好强，女朋友兵变了，他们擦干眼泪，重新站上岗位，扛起水泥，扛起枪炮，继续守护着这块北疆上同岛一命的人与土地。保家卫国的英勇，或许并不在同一个时期服役，但是你跑过的5000，我跑过；你睡过的床，我睡过；你站的哨所，我站过；你受过的苦，我明白。他们应该愿意相信，他们盖出来的每一座碉堡、铺出来的战备道、马路、从大海中抢来的每粒沙，甚至徒手所捍卫下来的土地，不会遗忘他们。他们慢慢变老，成了真正的老兵，但他们的青春未曾散场。曾在马祖当过兵的人仿佛也有一种潜藏于心的呼唤，期待他们再回来探视。家父40几年前也曾在马祖当过兵，我对他当兵的事物了解并不多，如果父亲还在世，我想他应该也会想要回来探望，如今就让我代替父亲回访马祖。
深山据点的由来，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一个天兵不小心登陆据点时，把深山误植为深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拖出去枪毙。这座双管防空机枪炮曾经是海军中士号船舰的重要防空火力。这门防空火炮造型精致优美，提供乘坐体验，很受游客的青睐，蛮好玩的。但是上下炮台要小心安全。这个都是以前放置那些大型炮台的地方。战地管制所遗留下来的军事地景，成为今日离岛的观光资源。近年战地政务解除后，许多碉堡开放释出，也算是得到再利用的机会，促进马祖旅游产业。幸福鳄鱼，形状像一只鳄鱼，看一下。当时看是像一只鳄鱼耶，这个就是一个风景而已啊，就是一个简单的观景台。这里的景点看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其实很多景点停留5至10分钟就已经足够，而且每一个景点就都在道路旁，骑乘机车环岛很轻松就能全部收集齐全。初到东引岛，被这里险峻的山路给震慑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里的路不大，而且也不长，坡度之陡可说是马祖列岛之最，转弯时要特别注意，而且千万别在陡坡中停车，不然可是会倒车的哦。走在群山环绕的灯塔路上，一度有置身五岭合欢的错觉，看到远处的大海，再度拉回这个疑似独立的海上桃花源。当你在城市里看惯的高楼大厦，来东引会有另一种感受，给人天宽地阔的视野。烈女异坑地形险峻，山墙上刻有忠烈传千古五个大字，先让大家感受一下强风吹袭的惧怕感受。团客没几个敢下去，这真的需要有巨大的胆量。山墙中央有条步道往下深入海湾，就是烈女异坑。游客可沿着栏杆步道至观景台驻足眺望，百余公尺断崖，双脚绝对发软个不停。第一次感受到生命遭受到威胁，我站没一分钟就赶紧逃离现场。隔天天气好，又再来一次，有稍微好一点，但风劲还是很强烈。这里千万别让小朋友下来。嗨，各位观众，彼得现在要去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最北的灯塔。今天天气状况超差的。前往东涌灯塔的途中，太白天生红底白字的牌坊就在路旁，是一处视野极佳的观景台。这里的重点完全不是这个。这个灯塔也有地址啊，东引乡乐华村169号。彼得终于来到东引灯塔的入口了，现在来走楼梯上去吧。龙章，这景色也是很漂亮，可是这冬天来真的不行啊，风太大了，又温度又低。灯塔下方崖边设有雾炮2座，现改增设雾笛1座，取代雾炮作为驻航之用。啊，等乘客离开吧。彼得人现在在东引灯塔，骑摩托车到中华民国最北灯塔，成就解锁。耶！灯塔面向东海，耸立于悬崖峭壁上的白色外形，和崖下湛蓝的海水互相辉映，格外引人入胜。东涌灯塔又称为东引岛灯塔，
位于四尾山山腰上，是全马祖列岛的集中之地，也有北疆灯塔之称，也是中华民国最北灯塔。纯白色的砖造塔身，洋溢着十八世纪欧洲式的建筑风格，耸立于悬崖峭壁上。各位观众，彼得现在又来到东引灯塔了。昨天来一次，今天来第二次，因为昨天没有大太阳，今天有，今天的风景一定比昨天漂亮，所以彼得又来了。灯塔看完了，现在来去一线天。四尾山位于东引的最东侧山脉，海拔只有150公尺，四周都是高100公尺的海崖地形，显得特别壮观。灯塔四周海岸到一线天及烈女一坑海岸等，皆为四尾山景观区范围。一线天就像它的名称，看过去两岩壁垂直相邻相接，上接天下通海，是一处海石沟地形。在两座山崖之中，足有坑道，并建有一座水泥桥相连。过去一线天是军事管制区，但现今一线天已经完全开放，不需要预约登记就可以自由进入参观。岩壁上题有天凤临涛四个大字，绝妙说出这个景点的动人之处。东引岛上没有沙滩，但这些奇幻惊奇的地形也是东引岛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。因为太冷了啦，所以彼得连安全帽都懒得脱下来了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冷。那这边的话，老人家要爬下来看，要走楼梯，不好爬哦。年轻人当然是一定没问题啦。好，彼得踩点成功，刚好现在又没有团客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超爽的。哦，这里有秘密通道。以前的这些学长阿兵哥真的很厉害啊。哦，那个。同岛一命，军民一家，说的真是好啊！岛都没了，哪还有家？这边的石头也爆炸，着得太漂亮了。现在时间5:04，完全都没有人，只有彼得自己一个人。趁现在还有开放，赶快来看一下，要不然等一下5:30它就熄灯了，熄灯之后就很恐怖哦。不知道这里还有多少故事，多少传说。嗨，你好。哦，它就是通到这里，这座桥。我刚刚就是从那边看过来的。哇！一线天。哇，没完没了啊！我不走了，我要回家吃饭了。鱼食堂要预约，没有卡。是彼得点的麻辣牛肉面，半筋半肉。彼得现在没有选成高，可是他这边招牌是成高牛肉面。好，那彼得先开动喽。这一间民宿，宝玉民宿，基本上就是说雕刻的啦，主要是便宜就好了，因为环境实在是不理想，
而且有很重的那种鱼腥味，那种海港的味道。哎，大家早，我是彼得，今天是4月9号礼拜五，本来预计今天要回去台湾的，结果这几天海象不佳，台马之星长城的航班都没有开啊，所以彼得预计要被关在岛上大概2-3天吧，很惨。东引岛也逛得差不多了，今天只剩下安东坑道还没有去，还有那个环岛，所以现在时间早上9点，彼得今天就要来环岛一下，那就跟着彼得一起走吧。彼得现在又跑来好猎豆浆这边吃早餐，豆浆是有加燕麦的，它燕麦还蛮多的。好猎豆浆的招牌啊，红烧的烧饼有肉排加蛋饼，还有叫它特制的蒜蓉酱，蒜蓉酱的味道有够，然后比较咸一点。彼得本身是吃超级大辣的人，所以就算微辣而已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个烧饼口感普通，不难吃啊，可是没有吃过的吃一次 OK， 我可以接受。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燕麦加豆浆，这口感超好的。彼得现在人到安东坑道，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，这里有一个电灯开关哦，要下去的自己开灯，打开。好，特地挑没有团客的时间下去，这坑道很长哦。一次走2圈会比较快一点。Hello， 有没有人？长官好。安东坑道为一条凿穿二重山的巨大战备坑道，新建于1971年左右，军方于2002年试出坑道，由马管处新工整修，并于2004年对外开放参观。从坑道口往下走，经过一路陡坡往下，就进入了呈树枝状分岔，别有洞天，四通八达的安东坑道。内部全长约300公尺，长廊沿途共有8个孔道，连长室、大小寝室、中山室、作战室、弹药库、盥洗室，甚至连猪舍都有。都没有人啊，只有彼得一个人。如果有点胆小的人，可能也不敢进来哦。大寝室的中山室机炮，然后坑道口，剩下就是坑道口了。它这边大寝室没有开放，哇，超大的啦。由于观测洞口就位于海崖边，以前是炮口，现在成为了赏海、赏鸥、赏峡湾的最佳观景平台。走访坑道，内部种种建设原貌重现。如果南竿坑道代表是北海坑道，那么东引的安东坑道就绝对不能错过。彼得刚刚一口气从最底下一路走上来，中间没有停留，喘死了。安东坑道，安东坑道阶梯总共450阶，要下去了，自己量力而为啊。下面没有人，只有彼得一个，所以最后一个离开的，要记得把电灯关起来。好，那下一站到处晃一下吧。彼得晃到中城门、中柱港、东引旅客中心，最后中午还跑回去睡了个午觉，下午还出大太阳，又跑去了环岛2次。哇，夕阳好漂亮啊！
下午出大太阳，不过天气还是很冷。彼得现在在中柱港的码头这边欣赏我在马祖最后一晚的黄昏。彼得现在在泰利石塔，然后他有个人的简餐，这样一套是320块。这没什么好评价的，不过可爱的老板娘很健谈，那就跳过直接到明天吧。冬奥，这是冬奥据点，这已经废弃啦。那里面听说有一个炮台，已经移开了。这边好像军要在这边做什么东西。哇，看到了，就是这个了。哇，里面都是废弃的了。哇，这炮台，这底座这么大，我不知道放什么武器的。然后他们如果要射击的话，这边的门把它打开拉开。哇哦，注意哦，就是这个，彼得就是喜欢这种原汁原味、不经整修的坑道或据点，不枉费我多关岛一天到处渗透。举星鸡排没鸡排可以买，连垃圾车几点出现我都知道。最后告别东引前，还意外得知这个私房景点。偌大的水泥营房与海岸据点空无一人，整个冬奥真的只有我一人。冬奥上面还有一个机枪，还有时间上去看一下，都已经生锈了。看，许成功不许失败，不怕敌来，怕敌不来。勇猛顽强，就跟彼得一样。海风呼啸，浪声不断，真的也太冷清了吧！让我感觉好像不是来观光，倒像是来探险的。营房前的空地是昔日的集合场。落布在空无一人的营区据点内，这些营房如果有驻军就会很阳刚，一旦废弃无人就会变得更加诡谲。集合场旁边的石砌阵地上视野不错，眺望对面的东引岛，也能俯瞰据点旁的东澳水坝，心情总是复杂的莫名。昔日重兵把守的外岛前线，如今物换星移，环境变迁。等摩托车这边，好，走去码头。今天有一拍一班船台湾呢。告别无人的东澳据点，前往码头等待台马之星到港。这里的据点肯定也让很多阿兵哥魂萦梦系，在的时候想离开，离开了却是想念不已，因为这里有每个阿兵哥的痛苦与欢乐、无奈与怀念，甚至是他一辈子中最重要的成长过程，培养磨练独立与勇气的地方。当兵越艰苦，与同袍弟兄一起尝过酸甜苦辣，就越有情感。如果怀念的话，老兵们返乡的时候到了，回去看看吧。4月5号基隆上船，4月6号阴天的北干，4月7号太阳露脸的南干，4月8号起雾又下雨的东引，4月9号早上起雾超低温，下午又出大太阳的东引。不变的是，每天都是零零红灯。每个人喜欢的旅行方式不一样，有人喜欢跟团，也有人热爱自由，所以自助旅行。这次我选择托运自己的摩托车到马祖，3座岛屿我都环了好几圈，每座岛都有独特的景致。回来台湾已经一个多月，我的心遗落在北干闽东聚落，我的魂在东引壮丽山海飘扬，而我的灵在南干被妈祖庇佑。妈祖好美，我爱妈祖，我一定会再来。而我向妈祖婆许愿，再来的时候一定带着全家大小。妈祖，谢谢你给我深刻美好的回忆。我是彼得，这是我的机车旅行，马祖之旅完结，下一趟出发。
妈祖，妈祖。